爽报娱乐头条。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心如。全民女神陈妍希前天晚上在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爆回了观众票选最受瞩目表现奖，开心的和九宝搭柯震东庆祝。她昨天满29岁，在搭机飞往香港的高空庆生，座舱长还特地广播沈佳宜生日快乐。同期的影帝刘青云、明星何润东、导演许鞍华都分享蛋糕，她笑说第一次在空中过生日，而且还全机广播，很害羞。陈妍希的28岁相当的风光，靠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红遍了两岸三地。昨天凌晨12点，全场媒体在庆功宴上唱歌祝她生日快乐，让她的面子十足，开心许愿，希望华人电影越来越强，下次再相聚大家都能更棒。她还透露九把刀送了2个礼物，一个是她打造的讲座，另外一件呢是泳衣，她展示泳衣苦笑说样式太老气了，可能可以给我妈妈穿，哎呦，还说要送给记者。至于没有搭同班机的柯震东有什么表示吗？她哀怨地说没有喂，哎，亏啊，她可能忙着对另外一个姐姐 L 示好吧。我想她最近应该挺忙的。